但都不行，他们还给我搞些任务，叫我踢毽子，这是故意想我晕倒是吧？都是体力的，可能 我平时可能经常凶他们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对我怀恨在心，给我搞些这种要我要用运动的一种任务来惩罚我，偷偷摸摸的。哎呦我的妈，对，我在云南，大家还想听什么歌可以打在弹幕里面哦。这是云南哪里呢？昆明哦，四季如春的昆明，超级漂亮，没错，闪现到昆明啦。云南好像四月份还有泼水节，要不要去一起泼泼个水，参与参与这个节气。哇哦，还想听什么歌曲啊？卜卦，那给大家送上一首卜卦，或者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，你们想听哪一首？卜卦扣一，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扣二，看看大家的选择好不好？大家弹幕扣起来，咱们再抽一台平板好不好？抽个五分钟的，不，抽个三分钟的，让大家就是快速中奖，抽一台华为平板电脑送给关注直播间的小伙伴，然后再唱下面一首歌，你们就冲中奖几率升升升。看一下，咦，哦，卜卦比较多，行，那唱一首卜卦送给大家，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开开心心、健健康康、发大财。大家记得点点关注，然后帮我们分享直播间哦。哦哦哦哦，左上角福袋以上，里面就能抽平板电脑，关注请参与，参与抽奖。风吹沙，月亮花，千古佳话。似水中月，轻倚着镜中花。竹篱笆，木琵琶，更俏月下。谁在弹唱，思念远方牵挂。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里，铠甲不道旁，我欲有泪先下。庙里初切，我哭诉青梅当竹马。求菩萨保佑我俩，不停地猜。胸不服还是担惊受怕，对你的爱爱爱梦断了天涯，造化弄人缘分错阳差。哈哈，福袋是有一台华为平板电脑，大家可以关注直播间，然后即可参与哟。这首歌叫做什么呢？风吹沙，月亮花，千古佳话，似水中月，轻倚着镜中花。竹篱笆，木琵琶，拱桥月下，谁在弹唱，思念远方牵挂。那年仲夏，你背上行囊里，铠甲不道旁，我欲有泪先下。天里庄稼，收获了一茬又一茬，而我们何时发芽？不停地猜猜猜，又过了一卦，吉凶祸福还是担惊受怕。